Hello, this is Brian speaking again.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希腊的圣托里尼北边的一个小城市、小镇啊，叫做伊雅啊，伊雅。那这个地方呢，最出名的就是它海边悬崖的风景，还有号称世界上最美丽的夕阳。所以，我们大部分台湾的旅行团来到这里的时候呢，都会到这个伊雅小镇来吃晚餐、看夕阳。那因为现在是接近慢慢的步入夏天，所以呢，这里的日落大概会是在八点左右。所以基本上一般的团体会在这边吃完晚餐之后去看夕阳，看完夕阳之后呢，就回到巴士上面，然后回饭店休息。那现在在画面上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一个伊雅小镇上面算是一个有点像是地标的集合点，一个东正教的教堂啊，所以在这边呢，它就刚好是一个小广场，所以是非常好认的。那很多的餐厅也是在这周边。那接下来呢，就带着大家去伊雅小镇的上面的那个大部分会人，大家会去看的看夕阳的那个地方，还有这个街道上面绕一绕，带着大家去看一下。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海岸哈，所以很多人会在这边拍照，所以街道的人上面的人非常多。可是大家想象一下，现在才是5月底而已哦，这里真正的旺季是在6、7、8月哦。然后在这边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你随便一个小巷子钻下去，可能就可以拍到很漂亮的照片。比如说，你看我现在走下来这个小巷子。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人挤在这边，因为他们要去拍地标。就远远那边有看到很多人吗？就是拍地标。等一下，带你们过去看。随便一个小巷子钻进来，就可以拍到最美的风景。那个风景他们在拍什么呢？就是这些明信片上面的照片啦。还有卖很多的纪念品啊，小东西啊，所以这里游客是络绎不绝啊。那当然，在那些悬崖边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你看随便一个小店，就卖很多的这样子瓶瓶罐罐。那些悬崖边呢，也有餐厅，也有饭店。然后你们看这边还有那种很多很可爱的小房子，有没有看到？很可爱的小房子。所以老实说，来到这里真的很容易手滑。好，大家你看啊，现在走，我现在要走的这个巷子呢，啊，里面非常非常多的人，原因就是因为呢，大家要去拍那个很多很多人都要去拍那个经典照片，啊，带大家进去看一下。看很多很多的人。大家都要去拍那个，啊，算了，我们不等了。基本上就是要去拍。为什么那个地方有这么多的人要去拍照？就是因为其实圣托里尼一开始并不是希腊最热门的岛屿。那为什么它后来会变成非常热门的岛屿呢？原因就是因为国家地理杂志的这个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悬崖边拍了一张悬崖蓝白教堂的照片，然后大家觉得哇，这个地方好美哦，然后大家就疯狂的来到圣托里尼。但实际上，这个地方真的，他现在那个照片，你如果要想要拍到的话，其实真的蛮不容易的，因为那个真的是人多到爆炸啊。所以你可以看啊，
现在五月底，这已经是满满的人了。然后我刚才看到一团雄狮的人，哦，基本上到处都是人。然后六七八月的时候，当然这里六七八月价格会很贵啦，但是他很多人还是会不辞千辛万苦，一定要来这个地方看一下。基本上在这个地方很多时候他随便一个巷子钻进去就可以拍到很漂亮的景色啊。我现在又是一个巷子卖衣服，卖纪念品，卖遮阳的帽子啊，什么东西很多。不管什么巷子，不管什么缝，随便。为什么说有的人说不用买什么好相机，什么景漂亮就漂亮？你看他们这些人在排队在干什么？就是在等拍照的点。来带大家看一下，有没有看到？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就在这个地方看这些蓝白的教堂，就是类似这个角度。啊，带大家换一个角度看一下。他们刚才那些人在排队，就是在排这个，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在排这个。但是因为一直在排队，我不可能直播一直在等他们啊，所以就大家想象一下，就是这样子开拍那些蓝白的教堂，随便一个巷子走下来就很漂亮。哦，那这边也有很多漂亮的妹啊，带着大炮来的也有。你看这些都是排队要找等那个拍照点的。真的，那个不用拿特别好的相机啊，基本上景美随便拍都漂亮啊。这个是这一个，昨天那边有多一个 blue dome 测试的，都一样没有？是一样的，还是没有拆的？我们随便拍一下。Sorry。你会发现这边只要地图上告诉你那是个拍照点的地方，基本上就会有一堆人在那边排队。而且这边不止好拍，而且好买。一般我们在国外买的一些冰箱贴啊，一般我们在国外买的冰箱贴就死板板的。你看这里的冰箱贴很有趣哦，它这里的冰箱贴这个风车是会转的，有没有看到？它的冰箱贴的风车是会转的哦，所以，到时候买那个抽奖的礼物，我应该也会买一两个冰箱贴吧。我觉得他们冰箱贴也蛮可爱的。啊，因为小女，如果是女生来到这边，我看很难走。你们看，这就是我说的那种杯子，哦，他们有很多很多漂亮的那种手工的杯子。女生们来到这里应该会买到炸掉。还有这么多的冰箱贴、耳环、首饰啊，这是那个希腊的那些几何图形跟符号。我应该会多准备一些吧，因为好不容易撑到两周年了嘛。那你看，还有这种好像新沙的啊，还有这个立体的小驴子。到时候会买几样
小礼物让大家抽个奖。然后还有这些艺品店，有一些艺品店。啊，这里是圣托里尼啊，如果有晚一点比较晚进来的观众朋友，现在我在的是圣托里尼的伊亚哦，看夕阳的地方。啊，你看还有这种花，这种地方专门就拿来拍照用的，啊，很漂亮吧？他在这个地方，啊，都会种一些很多漂亮的这种九重葛啊、夹竹桃啊，啊，这些小东西，这个就到处都有。海绵，哦，当地的特产海绵，然后还有橄榄油啊，然后一些这种茴香酒啊，还有果酱啊。对了，他们这边的草莓果酱也是蛮不错的。到时候再挑几样东西来抽啦。哦，不然老实说，这边可以买的东西说多不多，说少其实也不少。随便一个角落，随便一个角落都可以摆拍，都可以抓拍，所以其实是很可以逛的。我们在这个地方放了差不多，我看一下，我差不多从3点要放到6点，我在这边放了3个小时的自由活动。他们自由的时间也就是我自由的时间，所以呢才有这个空暇的时间可以弄个小小的直播。你看随便在这个房子就能摆拍，哦，你看还没到 哦，这个巷子一直走还没有到尽头，还没有到真正要那个拍夕阳的地方。你现在走过去还应该还算空空的，你要再晚一点，大概6点多、7点多那个时候走过去，大家都已经在那边等着要排队了，哦，因为大家都要去拍夕阳。那这边有两个岔路啊，一个往上，一个往下，基本上最后的通道的位置都是要走到那个其中一个拍照的地方。嗨，这是我的团员们。就是我的团员们，他们很极端的，刚好分成两派，一派是南派，一派是北派，就是，高雄人跟台北人。啊，你看，随便在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随便就是一个蓝白教堂，然后这底下其实就有一些是小餐厅，甚至是小旅店。啊，只是比较辛苦的一件事，就是如果你真的要住在这个旅店，漂亮是很漂亮，你住在这种旅馆，就是行李你要考虑一下怎么拿上来的事情。啊，然后也有卖衣服的，啊，你看走得出来又是这个蓝白教堂，基本上大家都会来这个地方拍照。就如同我说的，只要是拍照好看的地方就是一堆人。你看他们现在 拍照为了就是要往回拍。所以大家就是一直在这边狂拍，非常杀底片的地方。还好现在大家都用手机，都用记忆卡了，没有再用底片，不然这个你底片可能要多带很多卷来。又有小店，又有咖啡厅，又有旅店，又有景可以拍。你看每个地方都有它的特色啊，大家随时都在这边，随时都在这边摆拍。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这里真的很热啊。不过毕竟来的是海岛嘛，冬天也没有人要来。但是价格便宜很多，如果你真的想要人少一点，你想要人少一点，想要价格便宜一点，你可以挑5月之前的时间，或者是10月之后。反正如果你没有要下水，这些景色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呢，那些店家可能开的不会那么多。所以，但是价格可能会是原本夏天的一半这么扯，
哦，大概只有半价，2万块、1万块的那些房间啊，可能这个时间就只需要10000甚至5000。好，各位，你现在看到我们在画面当中呢，远远有一个很像城堡的遗迹的那个位置啊。等到差不多是到了可能6点、7点的时候，那个前面会满满都是人，满满都是人。啊，现在这边有驴子。圣托里尼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他们以前呢这些之字形的，你看这些楼梯呢都是很陡峭的。哦，前面这个影片有跟大家讲说，他们不太可能自己去载东西。哦，所以他们都是用这种驼兽，都是用驴子。哦，所以在驴子这边有搭驴子。哦，但是我们现在不搭了啦。现在你可以看。好，最后带各位走去那个远远的城堡上面，就暂时停了。这个直播就到这边。好，先往下看一下这个海，很漂亮哦。好，那现在带大家往前面那个城堡点去。那这个城堡点呢，就是晚上大概7点半左右到8点这个时间，最多人会在这个地方等着要看号称全世界最美的夕阳。因为如果天气跟气温的合适的话呢，这里的夕阳是紫色的，哦，紫色的，哦，但不是每次都会来看到。但是这里毕竟心情舒爽，天气好，你自然就会觉得这个夕阳非常的美丽。好，边走边给各位看一下。到了吗？就是这个位置啊 ，sorry，excuse me。好，你看这些景点都非常非常多的人。到处都是人，也有很多台湾人，所以我决定我回去的时候要买麦克风。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一直大声讲话很奇怪。那因为这个圣托里尼它的北端呢，最远的地方哦，最伊亚的最北边这些位置，刚好是面对的这个西边，所以就是看夕阳用的。现在带大家回头看一下上面的风景。你看，现在大家还可以走在这个路上摆拍，然后转来转去。等到7点半过后，这里完全就被塞了一个水泄不通，从来没有例外。Every time, every year。好，那我们这一个
伊雅的直播就暂时先到这边为止。我现在要走回去，慢慢逛回去了，因为我还有一点点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等一下晚一点还要带其他的团员来到这个地方看夕阳，所以呢，我们的直播就到这边先结束了。明天如果是有时间的话呢，可能就会在费拉的市区挑点礼物，顺便看看费拉市区有没有时间开直播，因为我喜欢坐在费拉的市区，然后悬崖旁边找一个咖啡厅，坐在那边喝咖啡，悠闲一阵子。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结束了，下个影片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bye guys。